话说 a long long time ago, far far off the travel log, 23日一个腥风血雨的晚上，而佢正式被取消。咁就唔系企喺度嗰位啦，应该系796C 取消将军澳，系692取消蓝田将军澳大灾难先啱。咁正当我以为将城水花重消冇耐嗰阵，喺郭生嘅争取下，竟然会开办由城巴同九巴联营嘅690S 由坑口明德村开出。經日出康城、將南隧道去灣仔同中環嘅，咁依家由康城社區會堂去中環嘅匯豐總行，咁究竟啊會係經將南隧道嘅690S 快啲啊，定係去將轉轉690P 快啲啊，定係坐翻地鐵快啲咧？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。